干嘛呀？饿了吗？哎呀，我睡觉睡到一半，你问我饿了吗？你真贴心。我睡不着。睡不着，燥热啊！啊！你失眠了？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？哎呀，你失眠，我没失眠，你让我先睡行不行？哎呦，你明天又不上班，陪我一会儿怎么了？明天再睡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真困，我真困。行。反正我都把你吵醒了，你睡吧，我看着你。那你看着吧，我睡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怎么了？因为什么睡不着？我空调坏了。你空调坏了，我这也不凉快啊。你这有风扇啊？然后呢？我可以送风扇啊。你不会想睡到我这儿吧？我这个小床可睡不下。我那个床，哎哎哎，你打住！这样吧，风扇给你用。来来来，我给你挪过去来。来，你看给你放哪儿？别挪了，没事啊，我忍一忍，给你用。我就晚上睡不着，找你聊聊天，别多想。没有多想啊，哎，风扇带摇头啊，一摇头我们两个都能吹，哎，这不就好了吗？嗯，空调好了，哎，那赶紧休息吧，快点快点快快快，哎嘘，搞我一头汗，你早不试试？我给你关灯了啊。啊你听到没有啊？完了，又不理我。啊！啊！啊！你去给我帮我拿个外卖，行不行？行啊。你这在干嘛？哦，哎呀，在大城市生活习惯了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恶习，你看看气不气人？把你这破习惯收一收，快去帮我拿一下。啊，你又点什么好吃的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点。啊？这个小狗，你看一下，你干嘛？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好好享用吧。这谁给我点的？那不写了吗？给我家的慧慧，还能是谁点的？你以为是谁啊？我哪知道？你吃醋啊？去，真奇怪，我吃哪门醋啊？不就是星巴克吗？Starbucks，谁没喝过？嗯，先生，这是大杯，这是中杯，嗯，那是超大杯，神经病一样。回去了。陪我出去一下。你找我干嘛呀？你找那个我家的慧慧，你找她去啊！你不准备送我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？你不是有了吗？哎呀，那是我闺蜜啊！不信你听。宝儿，你奶茶收到了吗？你是不是没钱了？那你等。那我等你弄好了，你再带我去，行。在外面等你。看到没有，要喝就喝这个。你就是抠。我抠是吧？行，走。帅哥，你帮他把这个给加满。这个，对啊，你不是说我抠吗？你好，这个加满需要200块钱。多少？200。那个哥们儿，你这样，你别加满，你加到188就行了。可以吧？这好听嘛，好听又吉利。你是一毛钱都不舍得倒贴啊？不是啊，他吉利嘛，好听啊！来，给他吧，给他，快快快快！好听好听。Later。快！哎呀，怎么样？蜜雪冰城好还是星巴克好？蜜雪冰城好。喜欢吗？喜欢。走吧。那你拿着。我拿着。
我给你买的奶茶你让我拿着？你不给我带回去啊？我不给你带回去啊，走吧。好，加油。哎呦，下雨了。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怎么了？你去哪儿？你给我回来啊！我怎么拎啊？啊！嗯，又睡不着，喝酒了？嗯，因为什么呀？心情不好。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张天宇，你搬过来多久了？一个多月吧。才一个多月啊？不然呢？你以为多久啊？感觉很久了。跟我一起合租，你感觉度日如年是吗？感觉每天都过得很慢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想说什么。你该回去睡觉了。等你知道想说什么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样？很好。很好。我最近有点着急，有点难受，那种感觉就像小心翼翼。你别说了。我为什么不说？你像一个人，所以别说。我记得你以前说过你谈过恋爱。嗯。我生病了你照顾我，每天接我下班，就是因为我像一个人。你喝酒了，我扶你回去睡觉吧。脚这么酸，别给自己熏坏了。晚安。